大家好，我是郭司令。今天是我做电竞圈内师的第一天。作为一名合格的电竞圈内师，我们的主要服务群体是峡谷的贵族。毕竟贵族嘛，就应该享受区别于常人的待遇和服务嘛。你像这盘，对面没有一个人亮出贵族标识，说明都很低的。上！上！对面出现，到手！您好，213号电竞劝退师为您服务。电竞劝退师玩的真是越来越花了呀！来，我倒要看看怎么个劝退法。你们这可不可以换个人劝退呀？不好意思，在场的各位里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了。那虞姬有皮肤，我连个皮肤都没有。你不劝退他，你劝退我？你用的武则天。他霸王别姬呀、啊！你用的武则天。他情人节限定皮呀、啊！你用的武则天。行，说吧，到底怎么样才能不针对我？你不用武则天。我受不了了，拔毛了，给我灭了对面的韩信！韩信都超神的，我打不过呀！你这黄金狮子座。天姐，这不是狮子座的事儿啊。我这英雄打不过你，喝荣耀水晶。他也不是荣耀水晶的事儿啊，问题是我真打不过他。十颗。老大，这超能力啊！别慌，交给我。从此峡谷里又少了一位武则天玩家，而我们司令的电竞劝退师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干得漂亮。